会夹哎、欸，对，那里面不能有玻尿酸，它根本就是头皮的这个保养专用的精华、嗯。自己用4个礼拜，就非常有感觉，就是很蓬松，看起来发量就超多。德国制造的一个很厉害的成分叫做生育酚，这个要搭配一些简单的按摩。我今天要来拜访好久不见的好朋友，大明星隋唐。嗨，唐，今天好开心看到你。我呢是有任务在身的，我要来搜寻你的美丽的秘密。嗨，唐，好久不见。应该我们认识超过有15年了。对。像我刚刚呢到你里面去看，我发现弹力带，其实它就是一种阻力运动嘛，对，让你不要去用到不需要使用到的肌群，然后去专注在训练你想要训练的肌群。看到一个这个，晚上睡觉前擦好保养品之后、尤其是我最后可能会擦油类的保养品，就很适合用按摩器按摩，稍微按摩一下脸。会夹哎、欸，对，那里面不能有玻尿酸，对，要小心哦。移位。然后我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前面都可以剪掉，但是这边都不可以，这边要保留。我看见，还有这个，我可以什么妆都不化，但是我一定会上一点眼线，然后。如果要再多选一样，就是眉毛，就是这两个。发现你的包包还有一个很厉害的东西，就是这个最新的 Scalp X 头皮科研养发安瓶。这个超重要。对，这个一套有3件组合。你看呢，这个是刚从你浴室里面呢把它找出来的。对，他们三个就是要一起使用，所以效果非常好。先讲它好了啦，我很喜欢它的原因，它就是因为免冲洗。对。所以使用上面很方便，我可以洗完头，然后抹上去以后，然后就吹头发就好了，或是我出门的时候，对，点一点，点一点就可以了。最重要的是，它里面有一个德国制造的一个很厉害的成分，叫做生育酚。这个成分呢，就是专门针对这个抗氧化的作用，皮肤要抗氧化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头皮也是皮肤的延伸，所以它也要抗氧化。它根本就是头皮的这个保养专用的精华，可以焕活我们的头皮。有对，而且用上去很凉哦，免冲洗的。然后它是整套的有3件，从清洁开始。刚唐就说，哎，清洁很重要，对，所以呢，脸部清洁干净，其实头皮也要洗干净，没错，后面才吸收的进去啊。对，第二步骤就是这个焕活乳，它就是一个前导的概念。对，然后呢，第三个就是这个养发安瓶，对，这真的是太棒的三步骤。那我知道、这个要搭配一些简单的按摩，那你示范一下好不好？不管男生女生应该都很在意这个两边的脚脚。而且我自己用4个礼拜，就非常有感觉，你就会觉得你的发质变得很强健的感觉，就发根好像很有弹性，所以你整个头发一吹干的时候，它就是很蓬松，看起来发量就超多。养发安瓶，太厉害了，非常厉害啊，好想用哦。既然你那么喜欢，就把我自己好不容易囤到的货分一组给你。真的吗？哇，谢谢唐。Scalp X 养发组。第一瓶是洗发精，先净化头皮。第二瓶是焕活乳，当作前导，内含有专研活力矿物锌，能够补充发根营养，同时帮助后面养发安瓶的吸收。第三瓶是免冲洗的养发安瓶，内有生育酚，帮助头皮抗氧化，并搭配头皮按摩，